我，湖南卫视小年夜，对，龙马精神，哦，他们主持人一桌，天天向上一桌。我只好奇他们怎么不在上面。所以他们今天不是主持人，重庆联合国的代表是什么？什么广告？团圆饭，吃乎像吃乎，吃乎有赞助。过年，我正眼看秦博真的好胖啊！对对对，头真的大，还有一博帅，剁椒鱼头，好有食欲啊！来来来，峰哥，你看，来来来，吃这刺儿，谢谢，鱼，这刺儿难嚼，有肉，特别好吃。年年有鱼嘛？头是不是内涵我头大？年年有鱼，一人一道菜吗？难道？那个香菜顶油啊，好像还有个梅菜扣什么扣肉啊？这扣肉，对，你来，这扣肉看着很棒啊，真的。开始就选那么硬的菜，这个扣肉硬菜对我而言就是个素菜啊！祝各位新的一年素菜胖胖乎乎红红火火，好嘞！走进联合国的香菜代表，谢谢。一博弟弟加一个什么呢？哦，一博吃啥呢？这是我们炊烟时代的招牌菜，上海天天向上倍儿好吃。哦，什么？小炒牛肉，哇，特真好，对，想吃，牛气冲天，对，上等的这个黄牛肉，这个在长沙，新的一年牛气冲天，哦，做这个盘子都是一头牛，啊，哦，看到看到，牛吗？精致，哎呀，我要尝一下，我也尝一下，哎，你这是。我肯定得尝，我告诉大家，我在家里就会炒这道菜，特别的好吃，来，天霸天霸，没错，特别棒。不会是走进联合国的香菜代表？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联合国的香菜代表，嗯，粉蒸排骨，粉蒸排骨，粉蒸排骨，一定会继续努力，蒸蒸日上，蒸蒸日上。最后呢，这个是辣味合蒸，上面放的是这个腊八豆。辣味合蒸，您来一口呗。对对，我先放着，我先放着，对，我先工作，你们先吃着啊。好嘞，每次录节目都是这样吗？你们先吃着。所以呢，这个辣味合蒸啊，在这里要祝愿大家是合家团圆。接下来这个节目就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了，适合在团圆的时候，一家老小给他给嗨起来，现场的气氛嗨起来。2019年呢，在抖音上面有很多很多热曲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呢也热曲喜欢这样欢快的歌曲。有人要上去唱了。美好生活的经典的旋律融入其中，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的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腾格尔老师。腾格尔。我觉得他可以很强，对，其实我真挺喜欢腾格尔老师最近。这段时间对吧？他出圈，很厉害的。出歌出的有点。对对对，就各种翻唱那种，我记得好像，难道之前我甚至有听说翻唱《恋爱循环》之类，《恋爱铁环》，就类似各种，或者是那个什么，对对对，那种类似。来，还看 Pier 看 Pier。第一轮要上场的是我们的湖南男子组合。湖南男子组合，哦，一博。蔡徐坤，大家好。哎，对，来给大家打招呼，送上新年的祝福。大家好，小年快乐，我是蔡徐坤。话说，话说，原来这是蔡徐坤。哎，我以前，我总感觉跟我印象中有点不一样。我只知道那个我记错了。名正言顺，因为我们一博呢，每周日白西装在湖南卫视准时和大家相见，见面，天天向上。他应该是新湖南人的代表。所以呢，这也是我们的也算半个湖南人。欢迎王一博，欢迎王一博。刚才还坐在那吃小炒黄牛肉，来给大家送上新年的祝福。啊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王一博，然后祝大家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，欢迎，简洁明了。湖南人，我想先问一下，是我的一博，今年呢是回家过年，有没有什么最开心的事情和大家分享？最开心的吃香菜啊。好多好吃的，是很多好吃的。家乡菜最对味，对。香指的是长沙啊，腊肉啊，湖南嘛，湖南的那个缩写是香。我这个新，我以为是那个香菜，真的。一博，请你用正宗长沙话来说一个新年。哦，待这么久，应该会说好几年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挑战一下，正不正宗不一定啊。挑战一下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这个是长沙话，还？我觉得非常地道，一听就是在长沙工作了很长时间的外地人，特别专业，特别专业，是外地人那个腔，是那个腔，没毛病，对，这个小年夜，话说，
肯定有他的表演的，我知道。嗯，对，有应该会有，肯定有表演，对。